眼部有干纹怎么办？彭静，西安市第四医院眼视光中心主任医师。这个眼睛有干纹呢，可能跟这个气候的一个改变吧，干燥有关系，那么也跟这个病人的可能营养状况不好都有关系。当出现眼部有干纹的时候，首先呢咱们这个病人呢应该有一个充足的一个营养，可以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，同时呢可以吃一些含有胶原蛋白的一些食物，比如咱们的猪蹄儿、鸡翅啊，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。同时呢咱们还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眼部的一个护肤产品，比如说咱们的一些眼霜呀，这样一些东西来帮助改善这样一个皱纹。专家提示一，眼睛有干纹可能跟气候改变和病人的营养状况有关。二，当眼部有干纹时，病人应该补充营养，同时保证充足的睡眠。三，同时还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眼部的护肤产品，帮助改善皱纹。